还在想段雷庄的事，我要回烈火山庄，回去向你爹告状，让他重新彻查此案。对，邂逅有尸体已经没了，这是最大的证据。凶手也死了，更是死无对证。如今人证物证都在证明战风是对的。 你拿什么来说服你爹？再者，如今江湖上所有人都认为是段雷庄私收暗税，导致内讧，灭门也只是罪有应得。你想翻供，拿什么翻供？凭你列大小姐的一张嘴吗？那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？ 林雪，你想的这么清楚，是不是已经有所对策了？连你也没有想好对策。天下无刀城是不是凶手？为何怀疑无刀城？道烈祥砸了我们铺子第二日，段雷庄就出事了。 而且还被扣上了私收暗税的帽子。就算天下无刀城不是主谋，但一定也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可你没有证据。对，我没有证据。歌儿，送你一句：等，等机会，终有机会。 如果你怀疑无刀城，那就将这个想法植入心中，让它扎根。等终有一日机会来临时，方案绝不留情。可是，在这之前，若你没有十足的把握，甚至连五成把握都没有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这世界很酷。